2021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糕饼文化节双十国际年假一连三天，将在鹿港公会堂广场及桂花巷艺术村登场。现场除了展售糕饼名茶之外，还有几点抽大奖、打卡送好礼及 DIY 体验，结合文创、美食和手作，保证好吃又好玩。这糕饼文化节哈啊，伫咱这个十月吹到到这个啊十一哈三天，伫咱这工会堂头前哈，要举行糕饼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以及现场哈啊有真多哈咱在地啊这糕饼产业哈以及地行哈拢伊哈底下做些呈现，欢迎咱好朋友会当来到鹿港来参与这活动。希望我们疫情慢慢的解封，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让更多游客哈。那回流到我们的一个鹿港小镇哈。今年参加糕饼文化节的店家相对比较年轻，除了以凤眼糕闻名的郑玉珍饼铺属于百年老店之外，其他的店家都是在近数十年崭露头角，而每一家店都各有特色的主力产品，后起之秀表现都相当亮眼，也都各有稳固的消费者支持。礼敬贵宾也好，或者是吟诗作赋也好的一个高级的点心呢，就是凤眼糕哈。这是在台湾相对糕点来说非常早期就出现的细糕文化哦，就是细糕就是所谓的入口即化，跟一般当干粮的那种硬的粗糕是不一样的感觉。鹿港镇长许志宏指出，活动现场连续三天有消费几点抽奖游戏，欢迎大家使用振兴五倍券，有机会抽中 iPhone 13 Pro Max。抽奖奖品则包括42寸液晶电视、平板电脑、小米手环等等。欢迎来鹿港逛糕饼文化节，绝对让大家收获满满。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陈雅燕、林恩宇采访报道。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